我先导唱，我你开导唱可以吧？可以啊。好。星空在闪烁，像你的眼泪悄悄划过。当你放开了手离开的时候，有没有一点舍不得我？他真的，我真的会耶！我要哭了，我要哭。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唱歌的女孩，但是我真的是因为意外，踏进了表演这个领域。我要非常非常谢谢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这部戏，我要谢谢我的家人，我的爸爸妈妈今天有来，非常谢谢他们。然后，谢谢超级星光大道，让我成为一个表演者。史上最意想不到的，我的歌迷，我先导唱，我你开导唱可以吧？可以啊，好，可以啊。他很期待，他的眼神明明就，他眼神明明就很期待。星空在闪烁，像你的眼泪悄悄划过。当你放开了手离开的时候，有没有一点舍不得我？他真的，我真的会耶。我要哭了，我心疼。